儿就特大，喜欢。四川的号，没错，是四川的号。啊、嗯，对，你要就是说找个男朋友是吧？人家都知道了，然后你最好是找个陕西的，就是西安的那边的，比较近，方便一点，对吧？我觉得，那个天佑也是玩的 YY 子吧？对啊，我跟天佑关系挺好的呀、啊。啊，我想看他直播。讨厌，你在损色，叫你来小骚派。因为人家天佑唱的歌好听。天佑唱的歌好听，他喊的麦好听。他天佑唱的歌好听，你哪个耳朵听到他唱过歌的？他喊的麦，我说错了。一晚上三次呀、嗯，这个。一晚上三次够不够？我。这个他们发那个不会被那个不，这个很正常嘛，就是人是活的，谁晚上啪啪还不能啪个两三次是吧，哥们儿，就不能啪啪个两三次，还是个男人嘛。那个小马哥，你一晚几次啊？我也小身吧。我这你永远不知道一个男人越瘦的男人越他妈精力越旺盛。我得走开。啊不，你不用走开，你知道吧？瘦的男人就特别厉害，你知道吧？你们听说过没有？聊得太过分了。这叫过分吗？这叫生活。你懂吗？好，我现在说完了。好像你说的，你说。你们放心的打，等回家了我再慢慢给你们回啊，给我发信息。对对对，好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叫我姓。姓什么？姓梅。啊，梅是最后，那姓就不说了。啊。啊。那个。那就梅子吧，叫梅子姐，小梅。嗯。挺好。我有你大吗？我今年23岁啊，哎不对，我今年我24岁。我20岁，我94年的。你九四年的是吧？哦，我觉得你应该我属鸡，90年，我属鸡。你93年的。93年的啊。哦。你多大？我17。十七啊，啊还是个宝宝。有男朋友以前处过对象吗？17，你17啊？处过就是，现在是，那处现在还是那个什么吗？还是一台新车吗？是吗？还是一台新车吗？新车。啊。什么新车？就是那个王里。还是处吗？讨厌，又说的人家就羞羞了，应该不是了啊，不是是吧？谁干的坏事？前男友啊。前男友，妈的，是不是拔掉无情？拔了之后，然后就他就跟你分手了吗？这个不好说。有什么不好说？那就不就是那个什么上过车吗？这个很正常嘛，驾驶员开的车，这个、很正常。妈的，把保鲜膜撕了，然后他就走了是吧？狗日的。喝多了，然后你也喝多了是吧？我喝多了，他没喝。你喝多了。他把你狗肉，他把你灌醉了。对呀、啊。你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就是有。你好过分啊！我这没有过分。小马哥，你跟美女慢慢聊。行。我们要。那行，那祝你们就是说去回西安的路上一路平安，好吧？一路平安。今天破费了，非常感谢。祝你那个相亲成功，早日在2017年能找到自己心仪的男朋友，好吧？以后就是说，在直播间里面经常玩吧，就是多多少少这个人嘛，就是这个缘分到了，它自然就会到，对不对？其实，还有一句话，就像你看我长得那么丑，我都能找得到女朋友。记住一句话，世上只有剩饭剩菜，永远没有剩男剩女。哦，对吧？好，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，好吧？才23岁，不要着急，还有很多的机会，知道吗？OK， 到我的直播间里玩，我相信你很快就解决了单身的问题。OK， 呀，你放心了，这我能看得出来，北方女孩就是豪爽，敢爱敢恨。你像你怂，好，再见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像她的性格，你早有对象，对不对？来，给小马哥哥合个影吧。今天也感谢你给我买的饮料。好，祝你们一路平安啊！好，合影了，可以走了吧？可以走了吗？可以走了是吧？你想走吗？我要回家。那个早这么早回家干嘛？啊？约不？不约。加个想不想加小马哥的微信？可以啊。可以是吗？好，加个小马哥的微信吧。你加我微信，你想要干嘛？你加我微信想要干嘛，宝宝？聊天啊。你想跟我聊天是吧？可是你们也不会回的。我没时间，有时候。但是我跟你聊天，你是不是特别的激动？是不是？你太自恋了吧？我长得那么帅，我为什么不是自恋呢？是。我知道，马上稍等一下啊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那小马哥可火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很高冷的，今天，对吧？你看，你这个什么羊的名字？你若回我现在，老娘定废你将来。对呀、啊。我操！那算了，我不跟你玩了。你那搞不好一下子把雕都给我薅没了。我操！你不能咬人吧？不会呀、啊。你回我将来，那搞个毛啊！对，你太狠了，你不能给我一口气给我咬掉了吧？行了，不跟你扯了，就没有用了。来，最后给小马哥发个福利，走了，来。哎呀，又请一下，讨厌！那下次我请回来啊。你老占我便宜。我来站过来，
该好好的，我占你啥便宜，来跟宝宝合个影，来，头发好点，啊，去吧，谢谢你的饮料，我把饮料喝完了再走，这孩子真有点意思，嗯，哥们儿我不挑食儿啊，要对他们要负责，我看你也是没谁了，他才17岁，17岁人家都喝醉了呢，他还会喝酒呢。